鉴定的，要130以上的。我老乡现在牛逼了，自带蜂蜜。来吧，给老板来个简易特技，简易特技。嗯，等会儿我看一下是不是我买来就这样的，我看一下那个帽子能不能鉴定。哦，还好。不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呀？破碎无双头一个，这是买来就鉴定过的吗？稍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看一下回放，是不是回复我了？在你摊位买了个。买了个这个鞋子怎么说？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，我趟过。如果我的命运注定坎坷，我不会问。这宝宝打全红，老板我就不给你打了。这个逼是真的狠，你怎么会卖别人的东西？故意的吗？怎么了？再给老板买一件，不买他了吧？买注定的。买给他159普陀用的666。最起码人家退钱了。他有我微信，我没怎么来过燕子鸡啊，还是说他有老板的微信？买个帽子吧，谢谢梧桐大帅逼的紫水晶。继续买个灵宝，买个头，来个无级别专用头。专用头不点吧，老板专用头应该不要，取消了，给老板再来一下。永不磨损头还可以，82防御还行还行。哎呀，我操！哎，可以。